接下来方程老师要讲的是第四题，第四题啊，它是二次的，好，不等式已经告诉你解了，然后你说，这个不等式里面的未知数多少？好，那这种题目怎么算呢？就说你这个解什么时候你会有这个解呢？一个小一，一个大于二，就是图形长这样吗？那我们说一个阿尔法，一个贝塔，那这边应该是正负正啊。那正负正它要的是这两块，那就是正的部分。那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减阿尔法乘上一个减贝塔大于零。那这没有等号，就是大于零的部分。所以就是这两个相乘，然后呢，它是大于零。那可以吗？好，从这里想到这个图，然后想到这个解，那长这样。但如果你知道这个是长这样，就把它乘开就好 ，x 平方减三 x 再加二，然后这个大于零就照抄，它跟原来的一比较，所以是加 b 加 c， 就是减三跟加二嘛，所以 b 就等于负三 ，c 就等于正二，就好了。那可以吗？